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好吗？ Hello， 媒体大哥大姐，好久不见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对，我们要请陈琳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次的身份比较特殊哦，不单单是要告诉大家，就是我们饭后来两粒 extra 可以中和口中的酸性之外，重点你这一次是爱牙大使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请爱牙大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任务呢？我觉得当然身为代言人之外，说我是爱牙大使，这是。绝对是最棒的头衔，对，而且是名，就是叫名副其实的，真的，因为可以从一个蛀牙宝宝变到现在这样子健美的牙齿的人，健美，对，我觉得我是一个最好号召的一个人选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真的要正式开始启动这个笑容的行动，没错，而且要跟大家说哦，我们从现在已经开始喽，就是即日起到6月26号，在这个各大通路只要购买1包 extra 的口香糖，我们就捐出1元，我们要帮偏乡地区的小朋友们，让他们有更健康的口腔，而且呢，让他们都能够矫正他们的观念，让大家可以重拾自信的笑容，而且你看，爱牙大使，我把爱牙这两个字取得很好哎。因为爱牙大使要好好的爱护自己的牙齿，才会人家一看你的牙齿就哎呀，才会有的哎呀，你看你的牙齿的那种，对不对？不要看我笑的那么大声，好不好？笑的这是很重要，因为你重拾了自信笑容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表情啊。因为真的很多帅哥跟很多美女跟他们讲话的时候，他们会一直遮嘴巴，然后你会以为他很腼腆不爱笑，其实事实上是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做好牙齿的保健，所以他们其实牙齿并不那么美观，然后又因为害怕看牙医，所以就会导致这样恶性循环下去。所以其实真的要告诉所有的小朋友，然后也要告诉所有有爱心的朋友，我们真的要从健康做起，除了身体健康，其实牙齿保健也很重要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这一次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，我们这次的行动是正式起跑咯，所以我们有一个仪式要来邀